哎，恭喜啊！希望呢可以拿到第二座的小大的一个金钟奖。其实还蛮感人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很感人。对啊。最感人还是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今天10月2号。10月2号，9月24号的时候，那一天我确实是有掉泪。干嘛？对，怎么啦？我9月24号那一天在杭州直播，然后呢，突然间接到了那一封信，对，我拿到了卡拉翁天雷世界发明奖的证书，好啦，恭喜你啦！可以到2042年的3月份，20年的时间。天哪，那你到时候就80岁了。80岁，但还是靠那一个奖对我来讲是至关重要，因为卡拉 OK 可以做到拿到发明奖，发明就是 I 嘛 ，invention 嘛，就是还好有你 invention， 所以它是 I 字头的一个 license， 所以是很棒。所以我知道业界有人想要模仿我的产品，那已经不行了，直接就会告你。不要，对啊，有专利的话就没办法。那我们今天是要干嘛？我们先来入围金钟奖。入围金钟奖，金钟奖加油！我们第二座，我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一边是点点跟露露，是，对，那一边是我，就是你发文发得很敷衍的那个我。什么？不是啊，他刚好那一天的记者会的时候入围，我人在那个大热门嘛。是。那爸爸入围5项，你要恭喜我啊。有啊有啊，你那天在大热门，你发了大热门的文，然后没两天又发了这个玩很大的文。是是是。对，那我就是很敷衍的那一天啊。你可以再酸一点，好不好？对呀，自己人有什么关系的？我承受事实，而且你有没有仔细看照片？我的脸都被卡掉啊！真的吗？对，哦，真的、啊。对对对，所以谁在乎什么卡拉翁天雷的专利呢？谁在乎呢？哎、欸，卡拉翁天雷那个是阿公留给你们的遗产呢、欸。对，是是是，你看，因为阿公才有那一个嘛。那个，谢谢我亲爱的爸爸。OK 的，我们就拿出来捐出来嘛。为什么要捐出来？我们多做好事嘛，台湾需要，更多人有这个，至少我们有这个善心呐、不一定就是说我们能做多少，因为再怎么说艺人呢、我们就是抛砖引玉嘛。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事，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爱与和平，我们台湾就有希望。Love and peace。OK。轩哥，那你想好那一天要跟谁走红毯了吗？那一天可能会跟这个川普吧。没有啦，我的一路上最近这 Netflix 实在是太棒了。他在看纪录片。对，纪录片，然后这个 American Dream， 美国梦。对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做梦。那因为那个走红毯当天呢、那个 Kid 他们出了一个怪招，跟那个达达他们两个联合送给我一套西装。那已经来量完了，那总不能量完西装穿了那个西装然后跟你一起走红毯嘛。对，所以最后会是我穿那个西装，然后跟点点还有露露一起走红毯。怎么办呢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第三个都入围，你太难了，怎么选？对，然后真心话一句哦，有没有得奖，我们都不会太在意，只就是说，对我们不在意吧，大家都很在意、啊。但我今年就是纯粹是配菜，我绿叶啦，我搭配宝贝女儿，搭配点点露露，然后也搭配这个达达跟 K，他们都很需要这个讲座。我们家给他们多祝福了啊、是是祝福了，祝福。所以宪哥是还没决定的意思。跟谁走红毯啊？对啊，还没有想法。对，因为历年来已经很久没有走那个红毯嘛。你看，因为像那个曹大哥有没有？曹西平曹大哥，哇，他那个穿那一套那么漂亮，结果他步上红毯的时候。突然间进广告，这个事情我们到现在还血迹斑斑，对，有点担忧啦。是是是是，生日没有送你，有啦，我可以送你一把麦克风，你有需要？有啦，刚好有点拿不动，有啦，我把它拿好，等一下。这个不重要，其实哦，这个生日哦，当生日当天我在三亚。
在那个海南岛，因为那一个岛上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酒店，当天开幕。那酒店开幕干嘛？一定要爸爸去呢？干嘛呢？因为20年前那里有40000平方米的一个很大的酒店，是我去开幕的。20年后，他们扩大为10来万平方米，扩大2-3倍的一个数字。所以20年前的照片，所有人一看，哇，参与的嘉宾啊，包括他们地方的领导啊什么，一看很感动。只有我一个人，经过20年后，是完全没变的。哦，所以这一段也是在称赞自己。没错没错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生日。哇，然后很辛苦，很快乐哎，你好厉害哦。到隔天早上，然后就飞白云机场，是广州白云机场，然后白云机场等了2个钟头才起飞，飞台北松山机场。是，对，没有，桃园机场。那他赶车子回到三立摄影棚去录大热门，所以真的很辛苦啦。我今年可能要全力打了，然后过年我今年就不跟你们吃年夜饭了。哦，因为我在大西洋城。大啊？对。那又是什么地方？就是 Donald Trump 他在大西洋城，他们惨遭滑铁卢，他开过3家赌场嘛，其中有一家叫做泰姬马哈林，对，后来因为泰姬马哈林，所以整个挂掉，他的赌场整个挂掉，第一次面临到他的财务危机，后来有唯一的一个股票上市公司呢，在那个时候就上市，结果他就整个又回春了，这样，他人生的点点滴滴啦。然后这一次我刚好要去那个大西洋城做秀，哦，对，然后完了回头可能芝加哥。也要表演一下，Casino还有一场，是是是，你们还要听下去吗？对啊，没有他们全部在他们的交通街，然后再来金沙酒店，然后回程再到那个，哎，是，还是这边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得奖率比较没那么觉得自己有得奖率，哦，你说我嘛？对对对，我觉得得奖率好像有点低，因为都是强敌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所以就想说去参加就看看明星开心就好。哦哦 ，OK， 对 对, 对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岁月还很长嘛。不然如果你有得，你那个上面可以刻我名字吗？可以啊，就改2个字而已，其实没有很难。没有没有，好啦，我就把我心里面的唯一的，因为在舞台上我就不讲了。如果因为我有3次的机会。如果可以拿到那个讲座的话，我还是要把它，拿去给这个小鬼的爸爸。对对对，因为欠他一座，欠太久也不好。对，那旧的又有一点生锈了，想说看有没有新的啊，然后把那个牌子改一改。他应该要的，他真的很辛苦，努力的让自己有了这一段的成就，啊，最好是玩很大。可以来一下，因为达达需要这一个金钟奖来证明谁才是一家之主。你不要管别人，达达，你做到了，你今年的广告比老婆还多。柯家燕，你已经家里是家里的老二了。达达有跟你分享什么委屈的心声是不是？不，当然不会啊。但是就是说，因为艺能界里面啊，这个夫妻档啊，难免就是谁的身世高啊，谁的经济支柱或干嘛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达达的那个玩很大里面，他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。然后又接了那么多广告，又拍了那么多新戏，还拍了一个可怕的 Musa MV 的男主角。对对，恭喜他，现在不一样了啊。信哥最近还有跟那个信龙哥联络吗？因为好像之前有他会生日会发讯息啊，或干嘛，或者是请他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照顾小孩，然后慢慢走出自己心中的一个迷障。对对对，因为佩珍姐说好像已经搬家了。啊，搬家倒是没有跟我讲啊，对。就让他这个闲云野鹤一下嘛，心里面净空一下。对，他其实他人潮人群之中，如果你不仔细看，还以为他是个出家人。对，对啊，这也说的也是没错，也是啊，对，不可能再长出来嘛。所以
没有看到他了。好久了，就一两年这样过去了，岁月真的是很快。那大家快乐一点呢、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开心一点啊，我们总是会有好的变化的。Kid 的婚礼呢？Kid 的婚礼红包准备了吗？好像宪哥不在。红包这快，我会拆，我会拆。我那个，我们当天是录小大嘛？对，我们那天要对这边要录影。然后他会听说有准备几个黑衣人是来摄影棚外面等我的。对，因为他那个在那么高档的一个酒店呢、啊。如果没有这一笔红包钱的话，会比较辛苦一点。你要去吗？有一个那个乐天女孩的兄弟又来上过宪哥节目。对对对。就是好像现在有。我没有帮他搬家哦。这个。你没有追到这个新闻、啊？可是他们跟我讲，我才知道这个新闻。我不知道啊，怎么样？谁帮他搬家是吧？啊？哦，OK 啊，OK，OK，OK。是是是。然后现在20岁而已。哦、oh, ，真的很好啊，那已经20岁 ，OK 啦，这个不犯法 ，OK 的。好，嗯，不犯法，成年了，真的 OK 啦 ，OK。宪哥觉得两个人是可能的，可能发生的。这个谁都有可能啊，对啊，我没有接触，所以不太了解。下次熊你如果来上节目，我再问他，好吧？对对。宪哥可以接受这么小的吗？20岁。我可以接受，但我女儿不会接受。开玩笑，现在皮痒啊！我靠，20哎，嗯，20有一点小，有一点小，有点小，对的。25好了，嗯，对你不错吧？25是吧？嗯，哦，嘿，开放体验，没有没有。有人说玛丽，好，忘了先开始了。哇，心里面很开心啊！他们跟我讲说，爸爸已经破纪录了。他对，因为我入围5项你才入围5项对，有5张票，有5张票，其中1张票还跟你重叠。对啊，对，然后今天搞的场面这么大，对不对？最后我没得奖，那有多难堪啊！你还干嘛？而且这次还要自己打自己。对，对，都你害的。那也 OK 了，手心手背，好吧，都是肉。但今天到底有没有得奖不重要，我已经讲过艺能界里面了，谁入围谁得奖，我们谁都开心，好吧？现在台湾的这个电视媒体啊，已经掉了将近50%了，好吧？50%的人留去看手机了，所以现在更多人呢、啊、是在直播的时候看到我，比较对你直播的量真的有点太多，对，主要是因为产品销售的量也大，真的恭喜你，是你好像比较在乎产品销售，是是是，预祝我真心成功，为节目再放佳绩，哇哟，哇，你现在有可爱的一些，彩虹色的蛋糕，因为蛋糕这么小，就不用推这么大的车子了。我们哎，车关你们，我们关起来。不要这样子嘛，我们这道具都做很大。来来，车子麻烦。你不要把很多事情都点出来哦。我们也恭喜啊，那这个我们说媒体记者朋友辛苦啦，啊，然后我们这个因为中天的门面啊，现在在大整修，对，因为他们可能也考虑到。可能在不久将来有扩大营业的角度，所以不知道我们预祝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拍照喽，拍照。赶快收，不要聊，谢谢。我刚香港回来了。请各位媒体，现在是拍照时间，请大家瞄准中间。哎，两位是这里哦。来，请两位主持人左边，